那现在我们是为大家示范的是行人侦测器完全主动刹车系统。它这套系统呢，是在行驶的时候时速35公里以下，如果说前面有一个行人，像我们现在看到了，前面有一个黄色的小人正在过马路，那我们现在时速35公里以下，我们忘了踩刹车，疏忽了，那车子会自动停下。我们现在就看示范。好，你看现在车子就完全停下，可是呢，完全停下的话，你不能完全的相信它，它就不会动，你还是要踩住刹车。这时候，